你们这些军阀呀，尔虞我诈，争权夺利，傅彤就是你们的牺牲品，陈俊言也是，不对吗？我不会再当他们的牺牲品了。你们准备跟王占兵怎么谈？仍然是护送我们过湘江以西，在那里把那封信交给他。 那他责任很大，王占兵不会为此付出。送你们过湘江一事，恐怕会惊动江防司令部。也许你们都知道，我和张希寿的关系，恐怕会受之以柄。好，我退一步，送我们到雷公岭，在那儿交接。 你拿回你的信，我们自己想办法过江。那陈俊言是什么想法？我的想法真的那么至关重要吗？哎呦，啊，俊言，来来坐。你的想法当然重要了。自从玲玲入柜以来，我已经没有想法。 今天我就听你的想法，如果你拒绝跟他们走，那他们今天就是劫持，我火拼。他们也别想走出我师部大门。如果你愿意跟他们走，那我就要谈谈条件了。我的条件已经跟他们谈好了，你只需要谈你自己的条件就可以。嗯。 果真跟党国离心离德，背道而驰了。是党国逼着我离心，至于德，我现在还看不出党国的德在哪里。还是年轻啊，受点委屈就把账记在党国身上，我不会苟同。 我会表示理解，并尊重你的意愿。谢谢你的尊重。王占斌的确惊讶于雷武龙和张月林的胆大妄为，但是还不足以使他失去老奸巨猾的本性和最起码的判断。那我们谈谈细节吧。真正让王占斌决心投下赌注的，正是雷武龙背诵的那封密信。老陈。 这事儿不能跟雷营长说，他现在知道他会疯的。是啊，失散了15年，这刚找到，我真是没脸见人，没脸长。别给我在这儿哭！告诉你，咱们现在是直接战斗任务。 给我拿出这红军的样子，听见没？这样，这事儿现在不告诉他，等以后咱们慢慢的，一步一步的向他透露。那怎么跟他说？他要是问起巧妹子了，我怎么跟他说？ 你就这么说，你就说你们俩在来的路上跑散了，啊？那他要是以后还问我呢，我怎么跟他说？以后，以后我哪知道啊？哎，杨教导员主意多，这样，等咱们以后会合了，让杨教导员跟他慢慢掰扯这事儿。 大海，你一回来我们就能吃上对胃口了。大海恢复得很快啊。哎，老哥，那事儿别放在心里，成了性命不好。我估计大海也不一定能想得起来啊。是想不起来了。
可我开枪打了他，我忘不了。这恐怕是我永远的一块心病啊。 跟一命，一死了之。以后就再也不用去想了。赵大人，赵大人，半夜打一庄稼，在哪儿？在前面公路边，坡塘树林里，他们行动很隐蔽，有几个快到我身边了，我才发现。后来我和山上到高处上看见，坡那边来了一大批人。像是冲我们来的吗？那倒不像，像是刚刚到的。 此处距离道县46公里，我们已经往道县方向派了3个侦察小组，间隔3里地设置一处，最远的是弟弟。啊，电话一个小时之后开张，营帐正在搭建中，就在身后的林子里，马上就好。少白，奇怪了，刚才收了一个不明讯号发来的电报。耶，1日黄昏，陈俊元抵达雷公岭。 我已向杜连发报，请求指示了。他们好像在修筑工事，那他们这也是打伏击呀。 去南宁，一定会途经雷公岭。可这电报上说是抵达呀，这抵达是什么意思啊？谁发过来的消息？为什么发给我们？白营长，你去查一下这封电报的信号来源。是。 选择，走。这陈俊元在道县，他的下一站只会去南宁，面见白崇禧，完成他的使命。路过雷公岭那是必然的，可为什么说是抵达呢？难道不往前走了？不是这个意思。 他们可能是要在那里交换。交换？对。昨天我们和剿总的内部通话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？剿总高层已经答应了楚正平在石玉洞和龚局的谈判条件，我们放龚局安全渡过湘江，龚局把陈俊彦还给我们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他们很有可能把交换地点放在了 雷公岭。可是陈俊言已经在楚正平身边了，身在道县，那用不着履行什么承诺啊。你能保证龚军就不在道县吗？你能保证他们就没有拿住王占斌吗？拿住王占斌？拿住他什么呀？哦，你是说那封信？对。 他们把人安全地送到雷公岭，然后龚军自行离开，陈俊言继续前往南宁。嗯，有些道理，有些道理啊。队长，陌生电信号来源已经查明，是桂军第44师师部的一个电台。44师。
神秘电报发出的时候，王占斌还在盘算着如何摆脱雷武龙的控制，尽快拿回蒋介石的亲笔密信，而又不授人以柄，留下祸根，成为将来桂系内部党同伐异的把柄。可是他万没有料到，就在他的身边，早就有人导演着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的戏码。还是那些中央军吗？应该是，他们在跟我们干着同样的事情，做伏击的准备。他们会伏击谁呢？难道是老雷他们？好，既然电报上一直在强调雷公岭，就说明那里一定会有故事发生。我们也学学共军，兵分两路，我带一队人在这儿等着。如果是小鱼，我就把他放过去，你带一队人去雷公岭等着，一探究竟。如果是真的，就按真的去办，但是结果只能有一个，消灭共军，击毙陈军衍。好吧，咱们保持联系。班长，给我派一个连。不不不，我这儿留一个连做伏击足够了，你那边多带点人去。我预感你那边会是条大鱼。会吗？咱们可以赌一把。但老雷即便跟张玉林会合，充其量也不到五六个人。中央军用得着使用重兵吗？是啊，情况很复杂，实在是难以想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我觉得反正他们要伏击的人肯定不是我们要伏击的。应该是这样，二牙子应该已经尽了道谢了，看看他能不能给我们带回点什么。在那边。谢谢。哎，什么事？连长，快来快来，你看看这是谁？你看，牙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教导员派我到这来探探虚实，碰一碰你们。他和小分队在离这四十里路的程家湾。太好了，终于有他们下落了。杨教导员知道陈娟在道县，准备在程家湾设伏劫持他。鸭子，不能让你休息了，四十多里路你得天亮才能赶到，你马上回去告诉教导员。我们的计划安排是这样的。醒醒醒醒，
我是一号，一号报告。知道了。哎，一号哨位报告，一辆黑色轿车和一辆军卡接近一号哨位。好，队长，他们来了，一辆轿车和一辆卡车，卡车上有棚，看不出来有多少人。先把他们拦下再说。是，全体集合，马上进入阵地。集合，进入阵地。有情况，怎么了？他们好像有行动。哎，怎么比昨天人少了许多？是不是埋伏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？看看吧。如果他们是附近老雷，有多少人我们也得打呀。好在敌人他们现在没有发现我们，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背后打他个措手不及。二牙子有没有情报也该回来是要打车队，他们要是打，我们要省下子弹了。老哥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胃有点疼。要干什么？兄弟是哪部分的？你是哪部分？我们是中央军的。我他妈知道你是中央军。中央军敢在我们贵军地盘上拦车，你他妈是找死！好戏啊！他们这是要火拼了！都他妈闪开！你们这是妨碍我执行公务，知道吗？我可以击毙了你，信不信？这车上都是什么人啊？请问这车里都什么人呢？
我是44师中校副参谋长郑天勇，你们要干什么？检查后面车厢。停！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我们是去南宁向白长官提交重要文件的，你们这种拦截行为是要受到处罚的，明白吗？打死他们！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了。老婆，你说什么呢？看到山下的萧少白，柯福明忽然明白了一件事。他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儿子，至少活着的时候见不到，因为那个狠毒的萧少白想要的是杀死小队里的每一个人，包括他在内。我要去找我儿子。他带了好几个小榴弹，我给了他两颗，他从我这也拿了两颗。此刻柯福明心里只有一个声音反复轰鸣，冲过去，与姓萧的同归于尽。萧少白，还我儿子！萧少白，他怎么跑这儿了？赵老远，打他个白狗日的吧！打吧！准备叫了。赵老远，二丫子，林营长，叫我们火速转移到雷公岭。你看见他了？张月林、陈俊彦、老虎孙立他们都在，他们从另外一条路去雷公岭了。大家准备，赶紧撤！大爷，大爷，走，赶紧，走，撤，撤，撤！
车！发车！雷营长，雷营长，你们太湖队在雷公里吗？啊，这个江东的大山里啊，有我们不少游击队，这你们应该都知道。对，知道。不过知道也没办法，在大山里面围剿你们，简直比大海捞针还难。说实话，你们可真够顽强。不顽强不早给你们灭了吗？啊，对了，我解释一下，我昨天带兵去客栈，纯属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。你们也知道，中央军的人刚刚行刺，所以不得不有所防备。大约是这样。寒穷不著名，今回千里梦已三更。起来独自绕街行，人悄悄，窗外月笼明。白首为功名，旧山竹松老，祖归城，欲将心事付瑶琴，知音少，弦断有谁听。我觉得最后一句啊，应该改成弦音有人听。是，马上布置。是。报告师座，正副参谋长的车队在程家湾一带被袭击，26人无一幸免，全部阵亡。什么？什么人干的？不清楚，从现场看是被袭击，双方没有对抗的痕迹，军事资料丢失。程家湾。无一人幸免，是共军干的？不太像，袭击者使用了重武器，现场散落着大量马克沁重机枪的子弹壳。共军应该没有这装备，是那帮中央军？有可能。这帮凶狼，如果这次是他们干的，那他们就已经干了2次了。马上查找他们的行踪，并搜集他们的行凶证据。一旦发现是他们所为，马上逮捕他们联系上的军官。是。对了，如果他们拒捕，坚决消灭这帮狼崽子。是，立即布置。王占斌万没有料到，萧少白会兵分两路，左右兼顾，一路截杀了他的车队，另一路在追踪陈俊言。同志，如果私放陈俊言的事被萧少白得知，那么自己在贵军内部多年的苦心经营将岌岌可危。事已至此，王占斌也不得不孤注一掷，转守为攻。来，我
没错，是雷公明。弟兄们，原地隐蔽，排除三个小组，延伸一里路，看看有什么迹象没有。是，一小组、二小组准备。差不多快到了，拐了这道弯，再往前走一里就是雷公岭地段。你们打算在哪儿下车呀？就在这下车吧。这儿还没到呢。这跟雷公里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区别。停车吧。好。停车！停车！同志们呢？应该到了吧？他们早就等着呢。现在正看着我们呢。甭看了，他们是不会让你发现他们的。行了，到完成我们承诺的时候了。信一直在你这儿，就在我口袋里。我确认一下。不错，是伪造的手艺。既然我们双方都已经履行完承诺，就此告别吧。一路顺风，谢谢。上车。你带弟兄们在此隐蔽，我带几个人过去看看去。是。给。谢谢啊，省着点打，子弹少。你放心，我尽量争取弹无虚发。像他一样，哎呦，哎呦，你怎么这么不经夸呀？啊，夸了吗？夸了吗？
这不是夸，这是事实。你提前下车，是不是怀疑张佑伟有什么企图？刚开始没有特别怀疑，只是想突然改变一下计划，看看他什么反应。看出什么反应了？失望。那就说明他是有企图的，说不定会在前面的雷公岭设埋伏灭口。灭口？昨天跟王占明谈判的时候，他是极其的不情愿，只是他实在是太想要那封信了。可是他现在已经拿到那封信了。除了那封信，他还想灭掉知道那封信内容的。那他应该多带些人才对呀。多带人的话，会引起我们的怀疑。如果他们在雷公里设埋伏，我们才会有危险。只是可能，防总比不防好吧。走吧。哟，这不是张副官吗？怎么？你这是进山打猎啊？收到电报了。电报？哼，什么电报啊？别装了，没收到电报。您往雷公岭跑什么？打猎啊？张副官，你能把话说得明白一点吗？最近这枪炮声啊，把我耳朵给震坏了，有点不好使，听不明白话呀。时间紧，我就不跟你啰嗦了。陈俊言和四个古军就在前面半里的山林里，刚刚跟我们分手，你现在去追还来得及。别琢磨了，再琢磨人就跑了。到时候杜主任会给你解释的。祝你成功。快，通知上面，跑步下山。是。是，林场他们是乘车的，肯定早就到了。等他甚至回来，我们再找找他们。对了，教导员，林长说了，如果在这没有遇上，最终的汇合点是东山的姚占星。教导员，教导员，发现中央军，进攻场。一定是跟踪雷营长他们去了，我们得跟上他们，走。